少了夏秋冬，让宇宙关不了天窗，叫太阳不息冲。硬度在的话，我们会用切碎机把这个菜把它切碎，再一杯一杯帮它打成流子，让我们的长辈能够很就口的吃下这个餐点。在我们700多个个案里面，因为长辈的一些疾病还有一些牙口部分的不同制作，经过统计大概每一天会有200种以上的菜色。我们这一些备餐的职工，他们的年纪上都是大概在50岁到70岁这当中。那他们因为是家庭主妇，那每一天会有安排2个钟头时间来帮忙备餐。因为闲着也是闲着啊，我觉得大家在一起这样，大家的还蛮开心的。然后我们中间也有一些教育训练的部分，但是还是蛮充实的。社会上很多的角落是那么不温馨的，尤其刚才坐在这里，我很感动，因为对长辈所用的想要吃的东西是那么用心。这个长辈什么病不能吃，我那时候我好感动，我觉得说，哎，我们在家里这个长辈都没有那么细心的，所以回去我都会跟我的伙伴分享，不给捐意，我说我要带着我们这舍友子弟来做，这样。这边可以改变，今天请假也蛮幸福的，看到这么多那个独居老人感触良多，我们看到是冰山的一角，但是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完成每天的任务。这份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，可以帮助哈，可以需要帮助的人。那因为本身我也是从事医疗单位的，所以哈，在这部分比较了解说哪些人需要人家帮助的。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比较大部分都是在下午，因为早上姐姐没事做，后来看报纸，看到赶紧会再争那个时机，那我就过来看看。一天要送700多份的冷餐，所以这个部分计程线是他们的餐袋，这个餐袋是计程线，我们会送到我们中继站，比如说跟里长合作，那一附近的志工就会到里长那边拿着这个餐袋去送餐。我们的志工送餐工作从9点到10点的时候
整个婚宴区就就位了。那到10点之后，整个餐点都全部送出去了，所以速度上是非常快的。跟你，他昨天签七六号队的，这是对对，换过来，换过来，换过来，今天你要签。台中市8个区加上乌日9个区，整个在12点半之前，长辈都会拿到我们的餐点。洒了夏秋冬。
青春不开流。